大家平安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咱会通透过恩典悄悄话这个节目，咱同心来敬拜上帝，会通领受伊的话，行伫正路。今日的经文是以赛亚书63章第一节到64章的第十二节。咱来读以赛亚书64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的经文。经文安尼讲：愿你离开天来降临，予这个山震动伫你的面前，亲像火烧大茶，亲像火火水滚，予你的对敌知你的名，予列国伫你的面前摇摇颤。以色列是特别受上帝拣选佮祝福的选民，但是真可惜的，就是因当时也是面对真侪国家不断的攻击，是一个多灾多难的难民，因就好亲像一再摔倒受伤，抹油，因的旧伤也未好，佮有新的伤痕，因的规身躯拢是伤。当因面对苦难的时，好亲像知家己所犯的过犯，因而啊回转心意。但是无偌久，因过一届面对世俗的威胁，因陷入伫天人交战、无法度自救的困境的中间。伫63到64这两章，是伫你描写歹人的灭亡，甲异人的悔改，甲懊恼，也将末世选民蒙福的景象，暂时又倒来残酷的现实中间。因伫迄个所在继续来听候救恩的临到。先知以赛亚向上帝祈祷讲：愿你离开天来降临。华语的圣经安尼讲，讲愿你裂天而降，这是何等强烈、何等火热的一种的祈祷啊！但事实上，神的是你申诉，伊是你申诉，伊认为上帝竟然伫遐静静观看，拢无作为，整个的家园拢已经变成旁园，阮是要听候偌久啊？不过，礼拜完了后，神帝也转向家己的反省，在第五节安尼讲：“讲你捌生气，阮捌犯罪，亲像安尼已经久久，阮要为得到救吗？”伊开始伫遐面对一些人的罪过，并进一步也清楚解破家己讲：“阮拢亲像无清气的人，罪过好亲像风把我们吹去。”在我们的信仰生活，也是在我们的服侍当中，有时也会陷入一种软弱困苦的里面，甚至我们在那里来怀疑，好亲像先知一样，也迫切来靠赖上帝，希望上帝紧紧会通来出手斩断对敌的思念，也是会通来献出大冠冕来复兴伊的教会。不过，通过今日咱所读的经文，有几点会通值得咱来学习。头一项，当咱求上帝来显明伊的作为的代先，其实上帝有可能已经准备采取行动，因咱是伫听候一个适当的时机。如果咱行伫伊的头前，就有可能会影响上帝整个与完整的计划。第二项，上帝真正无作为，伊乃是伫听候咱的祈祷。兄弟姊妹，唔通袂记哩，咱的上帝伊爱咱，甲伊同工，伊同时也伫遐来强化咱属灵的动力。有人讲，韩国的教会是基督的教会，所以因的教会就复兴起来，因的祈祷好就像先知同款，迄种的迫切。第三，上帝安静是伫帮助咱有自我反省、甲悔改的可能性。如果咱每一届祈祷，上帝拢马上就回应咱，
安尼所有的动作，伫迄个所在，所有的回应嘛，不一定对咱有帮助。就好亲像咱的囝儿，伊每一届往咱讨物件，伊也伫迄个所在，好亲像期待三项拢会通足伊连贯。但是咱伫遐，咱嘛不一定马上来回答伊的要求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但愿咱无论遇到甚么款的困难，也是挑战，咱拢会通凭着信心，谦卑祈祷讲，愿你的旨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，请咱同心来祈祷。超越人意念甲道路的天父上帝，求你的灵激发感动阮，成做大道勇士。当阮为你的国大发热心的时阵，使阮快乐克服所有的惊吓甲怀疑，也通愿意专心听候你的时的领导。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